皮恩卧室公平加热器，有两根火线，一根地线，先连接好线缆，打开设备空开。设备启动后，在磁极两端均匀涂抹润滑脂，安装合适的加热杆，戴上耐高温手套，将弓箭悬挂在加热杆上，温度传感器分正负极，一端链接设备主机，另一端吸附在弓箭内圈。设备有时间模式和温度模式，调整好所需温度，点击启动开始加热。加热完成后，设备自动退磁，取下弓箭进行热装配。